现在来介绍一个还不错的那个英文的字典，那它这个我不知道是哪一国的语言，但是它的位置是 bbict.co，那可以在这边选择打入你要搜寻的英文字，那记得把右边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择，比如说是它这边有一些是英文的哈，那比如说我们选择 Roman 的。新 new edition 的这个版本来做查询，那我们 search，那它就会找到这个资料。不过，我要介绍的不是这个，但是那它这个 Vagrant。frequent，那它这个这里是没有图片，那有的地方会有图片的话，比如说我们把 text。那它就会有一个比较图片的地方哈，比如说我们在那里看其他的东西哦，你看它就会有一些图片的东西让去解释这个英文字哈，比如说这个用力哈，force 力量，那它的图片还蛮多的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哈，就比如说。啊，它就是会有一些图片，那底下其实不同版本的解释也还蛮不错，但是我刚才用的这个是这个 Roman 的新版，那它还不错，就是会有一些解释，然后会有一些例句。哦，那这是要介绍这个图片字典还不错。